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今天来玩的是 FBE 呢。FBE 他今天跟一个叫做《勇者斗恶龙列传》，然后罗德的文章合作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应该是暂时只有日文啦，因为我找不到中文了。那这次呢，我要来抽的是应该是女主角吧，还有配角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那第一个实抽。那有看我上一部影片吗？上一部影片是我抽主角，那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啦。哦，有一个红色，这个第一个实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女主角，女主角，哇，是女主角，但是不是这个合作限定的，这个是女主角没错。这个我满了欸，第二只欸好像是满出来还有三只，这个应该是第三只。第二个是抽，我之前就很喜欢尤娜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练满，结果现在又一只抽。哦，红色红色红色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哦，克劳德，算啦，这个是新的克劳德，所以很棒。至少不是旧的，哭啊！旧的那个我超级多，哦，又是尤娜的卡片诶，这个也是很棒啦，还有三个杀手，忘记是什么了，可是它有三个杀手哦，诶，逆转，哭啊！赞啦，克劳德，第三个石抽，有没有？金色，转。有诶、欸、有诶、欸，有没有？再来！哦有诶、欸，第一颗第一颗第一颗是什么？只有一颗啊！哈哈，这个，哦这个是。这个是斐娜的吧？这个是比较新的那个，最新的那个斐娜的，好像是。再转一下，啊没有，我是洋葱哎。第四个石抽，这个石抽是免费的啦，它就是有，就是第四个石抽就免费了，跟上一部影片一样了。给个彩。欸、不是给猜，给红啊，给猜。以前就是给猜，现在是给红。哇，结果爆死了。第五个石抽，给红给红，别给猜，给红。有没有？哦，金色的。给红给红。哦，一颗，再来再来，哦，两颗，是什么？第一个是，啊、这个是猴子吧？哦，这个好像是 FF 3的，哎，不是嘞，是 FF 几啊？忘记了。哦，第二颗，啊哈哈，两颗歪了，第三颗，拜托。哦，这个是这个合作限定的第二张 Vision Gun， 是加攻击跟魔力。哇，三个都歪，欸，这个很熟欸，真的是忘记哦。欸，这个是 FF 9的吧？结果三个都歪了欸，哭啊！欸，我的合作限定嘞，我的合作限定嘞。这个石抽了，那个普池我就不抽了啦，如果这一石抽不到的话真的是没办法。哎，等一下，第一颗是哎，什么？哦，是 FF7 的哎，这个是外传吧，好像是外传。哦，新的卡片哎，这个应该是 FV 原本有的 Vision Guard 了，就是不管其他 Final Fantasy 也是，就是这个手游
结果歪了 FFC 的也是 OK 了，普茨呢我就不抽啦，因为虽然30抽后有一个免费10抽，但是我个人是不大感兴趣的。好吧，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我对俄罗斯 B 站的话，点个3连关注哦。我是阿伦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